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个我们南中这边啊，有一位大陆啊博山正觉寺啊，博山正觉寺的法师啊，妙海法师，那他的出家之前的学经历，那是很吓人的。那毅然的出家，我相信一定有他很特殊的理由跟理想。这次一个特别的因缘，那他能够来我们古元寺这边来就是挂单两天，还有一位是斯里兰卡的法师，那我们表示最大的欢迎啊。那是不是慈悲跟我们讲，开示一下？好，他们今天早上就又要北上了。所以难得这机会，我想以后会应该会常碰面。欢迎他，只要到台湾就到古元寺来挂单吧。啊，那我们如果有机会到大陆山东去，也可以到他们的寺庙去参访一下啊。这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寺庙，就也有很辉煌的历史。就禅宗的几个前面的几个大师都跟这个寺庙有因缘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弘法或者教法的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因缘啊。我们感谢妙海法师能够不嫌弃啊来我们这边挂单指导啊，谢谢。